很多受欢迎的游戏都会移植到手机上面，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体验游戏的乐趣。而现在呢，就有一款经典的作品将在手机上面完美重现，而且听说还会有超红的影星周星驰陪你一起玩，哈哈哈！赶快起来看看吧。耗时三年精心制作的《远征 M》是由热血的国战端游《远征 Online》移植到手机平台的。游戏中将有五个独具魅力的职业，分别为能够驾驭寒冰元素之力的天师，有金刚护体和炉火纯青刀法的武圣，有大范围控制和爆发伤害的鬼谷，有精湛剑法的灵活狙击手飞羽，能够使用剑气和召唤飞剑的剑仙。游戏更将延续原作，将经典的玩法原汁原味的再次重现，最核心的国战 PVP 玩法要再次带给玩家与兄弟热血奋战的感动，熟悉的魔尊府也会再度回归，当然能够和玩家较劲的乱舞大会以及能和新一伴侣结婚的婚礼系统都不会少。除此之外，也加入了全新的飞行系统，让玩家可以装备各种华丽的翅膀，以360度的全空间自由飞行，享受多方位的战斗体验和游历精致画质的游戏世界。游戏中的坐骑系统，不管是从酷炫、Q 萌可爱，还是唯美风格，到酷搜搞笑的，都应有尽有，也有可以两人共乘的浪漫双人坐骑哦。这次更特别邀请到了周星驰御用配音员石班瑜现身合作，在剧情中融入许多经典电影对白，为游戏增加了更多趣味性。游戏即将推出，到时赶快来游戏中找寻星爷的踪迹吧。